家好，我是星星。今天这一局是阿外的粉丝场哟，因为我们频道突破6000订阅了，所以我决定要办抽奖。想要参加抽奖的，记得看到最后哟。大乐卡嘛。走走走，一起走。在哪里？哎，乐开在客房哦。三号可能是啥？看到一个十号，故意先不刀他，希望他等一下可以保我。你们在哪里？哎，客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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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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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客房。好，来了，来了。三七的尸体都在急救室外面，我是工程师，三七的尸体都在急救室外面。然后刚刚有刚刚十号跟二十号跟二号都是铁好，然后哎，刚刚还有一个在阅，还有在阅读信件跟在阅览室，最后在阅阅核对，哦是十号，反正十号跟二号都是铁好，所以一号是狼哦，每次都跟。啊，我这里怀疑九号是小丑。刚在那个客房推面的时候，我就本来，然后他就一直在那里说什么，他就一直说要先倒一次，我自己是好的，然后我踩他小丑，因为他不会这么光面露嘛，因为那时候那里很多人。我才是工程师，所以我露狼麦吗？我自己没有啦，对啊，因为我是好人啦，对，我是工程师。那我刚刚在客房投影，那我就拿个工程师，我非常开心，对啊，我是工程师啊。然后我觉得一号，因为他任务条有动啊，他什么的，对啊，他在阅览室有动，所以我就跟着他、啊，对啊。然后刚刚电力是我姐的，我修理的，所以六号不要他是那个小是狼哎、欸，我觉得可以先票六吧，过。我应该也可以保那个五号，因为他刚跟我那个什么阅览是那个核对身份，然后他没有打我，那个时候 CD 应该已经到了，对，然后我想一下，大概就一二三。哎，十号后面断麦，我是相信九号啦，因为九号有跳地洞给我看。那我觉得六号一定是自导自爆，因为他很常玩这招，然后而且他可能是临时看到某一个人来，然后可能自导自爆。我是觉得我是相信九号啦，因为九号直接跳地洞，这不太可能是狼的行为吧？就这样，那我觉得这局先飘六，先飘六，我相信九过。九号是有跟着阿威，可是阿威看起来是好人啊，阿威应该是好人。那我大听演奏，可是我又想适合对身份完之后了，那我先信九号了。我这里可以铁宝二号，因为他那个任务的那个事情有动，他在那个阅览室阅读心情吧，我记得我有那时候嘛，因为我在，不对，那他是核对身份啊，我是阅读心情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也是有看到动，那六他应该都是两，那我这边应该会跟着 R Y 投这张六吧。好，我这边可以铁宝石号。我刚刚最后是在阅览室那边，我在那边阅读信件，然后阅读完的时候我就往上走，然后在阅览室的时候有遇到这个十号，然后他也保我，然后乐咖跳工程师，九号也跳工程师，一个狼一个小丑，我不知道是谁啦。好人跳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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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跑的，不要一次包三人，一次包。这一次抽奖的奖品是价值2888金币的一套西吉衣服。参加抽奖的方式很简单，只需要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就可以咯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喜欢的话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订阅我哟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